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炸牛蒡条。你喜欢吃牛蒡吗？牛蒡本身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钙、镁、锌、胡萝卜素。另外，牛蒡还有多种氨基酸，可以说是营养的宝库哦。开始咯，准备一个容器，倒入两杯水，加入一大匙醋，新鲜的牛蒡120克，洗干净后用刀背轻刮表面，不刮也是可以的，斜切成细丝，放入醋水中。泡过醋水的牛蒡虽然比较好看，但是牛蒡内含营养的皂素容易随着醋水流失，建议自己在家吃的话，跳过泡水的步骤，直接料理哦。将水倒掉，沥干，加入两大匙面粉，两大匙素薯粉，1/2 茶匙白胡椒粉，1/2茶匙盐，充分搅拌均匀。戴上手套，捏成条状，大约可以做8到10条。锅里倒入2杯油，加热，筷子底部产生小泡就可以开始炸了，翻面使它均匀的受热。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咯，撒上七味粉，或是直接沾芥末盐、胡椒盐。就是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料理哦。